在综艺节目中大方分享和老婆金泰熙在家事方面都是怎么分工。任表示平常在家的所有大小事情都是两个人一起做，不会全部丢给老婆负责。基本上小孩子的饮食会由金泰熙管理，而大人的食物则是任自己料理。主持人朴明珠听了忍不住惊叹任厉害的厨艺。任则解释，因为自己有运动的习惯，还要搭配身材管理，每天的卡路里都有限制，因此亲自料理比较不麻烦，老婆也可以比较轻松。让守美老师也羡慕地说，早知道就嫁给任了，这么贴心的举动真的让人感觉非常幸福呢。